可以完全的放平，在这个级别里面它可以完全的放平，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好。我给你们展示，那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啊，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设计，就真的动了脑筋。它这个座位可以100%放倒，而且是全屏，真正的全屏，没有一点点的凹起啊。就我觉得最离谱的，就没有一点点，是完全的全屏啊。就不是说人家一样后面有一点点的高级，它是没有的，是100%全屏，甚至直接可以在上面睡。就是不像某些车型，你如果上面有一点点高起的话，你可能还要垫个地垫啊什么的，那这个车是完全不用，完全全屏。而且这个车整体的空间的横向表现，包括整个高度都是相对来说非常够用的。在这个级别里面，你要想这个车可能就10万元左右，真的很大。这个装载能力应该是这个级别的独一份，能看到吗？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刚刚在他们那边有一辆展车，我看到，我靠，我觉得惊呆了。OK， 我们现在正式进入五菱新营的介绍。那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是他们的紫色，他们这次有几个有意思的颜色，他们包括这次出了一个叫特别的版本，你可以自己贴膜，在他们的官方店铺里面也是支持备案的，对，是支持备案，支持改装，是官方啊，都可以。然后呢，这次新营大家在网上有很多人争论的点就是这个大灯，这个大灯就是这个级别里面照的面积最宽的，没有之一，而且是全 LED， 不只是全 LED， 还是全自动大灯，无论照射面积还是表现形式。包括这个大灯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是在于它有灯语，它可以有灯光的变化。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为什么它的大灯组这么大？就在这个级别里面，大家都是小小的灯，或者说一个灯珠，它没有做设计这么大。那他们为什么做这个大灯呢？我觉得他们考虑了一个人群，比如说我们大西部，或者说南方的那些城市，他们觉得当地公共的照明情况不是很乐观，那他们这个大灯就可以弥补这些细节了。那给你一个安心稳定的大灯，可以照亮你前方的路，大概是这么个想法。包括这辆车很多设计其实是根据实际的消费者来的，没错，就非常的离谱。那我觉得如果不是听他们的工程师跟我们聊，我们也不会意识到这个车的动力总成，他们针对这个发动机做了两套方案，做了不同的标定，根据整个一个大数据来做改善，改善了非常多。这个车不是是油混吗？油混意味着小电池，那小电池你比如说去高原高海拔地区，它电池的损耗肯定会变得更大。那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在这一代里面直接加入一个海拔计，包括整个车辆的倾斜的感应都是有的。为什么呢？他们要考虑负载、爬坡、高度、海拔都会影响到进气量、发电量，他们把这些数据都收集在一起，经过他们的迭代做了大规模的优化。包括新城上面很多客户反映的它的 NVH 问题，他们这次也做了很大的改进。整个机舱里面它是有一层隔音钢板的，是隔音钢板，包括上面这个玻璃啊，是双层的隔音玻璃、挡风玻璃，包括整个一个胶条，他们原来的新城上面的细节，包括很多人反馈的一些，比如说发动机的噪音，包括车舱外部的噪音，他们自己说是38处吧，38处的声学方面的降低。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完美版的新城的那套动力总成，可以这么理解，反映到实际车上面。包括他们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拉皮车，完全不是，这个车是全新做的。为什么这么肯定？你实际来看车就知道了。这个车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新城那期节目跟大家聊的，新城它整个轮胎啊，它5个手指再加2个手指，我记得它的那个悬挂行程，这个车直接把行程放下来了。离地间隙呢当然也挺高的，有187吧，那比新城是肯定低啊，新城的明显是要高很多，新城就比较适合跑烂路。其实当时我觉得新城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在于，新城真的可以去玩一些比较破烂的路面嘛。那这个车为什么放低了呢？是因为绝大部分买这个车的人，他们认为需要更大的空间，对，他把行程放下来了，把车放下来，但是把整个车拔高了，它整体内部的空间是变得更大了。它这个车身不低啊，1.6米啊，它跟新城比，把底盘往下放了，把座舱往上放了，然后整个里面的内部空间更大了。那
他们说法是这个级别宽度方面高度方面都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并不是新成套那个壳，不是的，完全重新做的。这个我要跟大家讲，因为很多人说这个是拉皮车，完全不是，完全重新做。所以你也可以从它的后备箱那一整块的优化空间来得到这些信息。然后我们来到它的内部，我觉得内部上面我有几点要讲的是，它对于新城我觉得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车。这个车现在的做法我觉得更像我们这个时代做的插电车，包括我们之前做四大天王，我觉得是更像四大天王那个类型靠的。原来很多人吐槽新城什么，吐槽它的呆，你知道吧，就是工具箱的车，就跟老的五菱新城新驰都是一样，他们也吸收了这些反馈，你们在骂他们都听见了，他们确实觉得哎，我们有进步空间挺好的，大家骂我们都接了，就是这种感受。就是我听他们工程师聊，就是啊，你骂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改我们改。我再一次说，我喜欢五菱原因是因为五菱真的听人话，无论是在宾果上面的，还是在越野上面的，还是云朵上面的，他们就真的听人话，他们会改。那这次也是一样，能看到它的内装啊，在这个级别里面，这个车你要想到它才卖10万块钱，那它整个内装都是软质的，软的有点类似于皮革的，然后里面是有海绵的这种感受的，然后包括这边都是皮革的，全部都是皮革的。就你看星辰你会觉得有点摘，看这个车你完全挑不出毛病，包括这个颜色配色，它有两个颜色嘛，一个是白色，一个是黑色，紫白跟黑金。那我觉得这个黑金是比较适合绝大部分人的，第一个是这个金色比较低调，不是那种亮金色，是那种暗金，然后第二个是这种金线跟黑黑色就比较高级。然后我们来看内部，他们这次呢整个方向盘也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方向盘，用上了五菱，我个人觉得是做的比较优秀方向盘。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吐槽新城的时候说这个部位会被卡到，它这次就完全不会了。然后上面也是钢筋烤漆的，然后有雾银材质，然后旁边是打孔皮，整个皮革包裹，然后是空调出风口，这种细节方面的设计都是我们说的那种暗金色的。就整体的内装设计啊，包括整个台面啊，如果是一个原来的这种设计啊，你在这种看不见的地方，这种地方你根本不会去戳它，只有我们这种媒体人会去敲这个板。它这个板就是软的，是搪塑的，整的一个上面的面板都是软的，都是搪塑的。这边下面这个部分就是皮革的。其实你看这种低端车，你明显能感觉到中国汽车进步。原来10万块钱你真的都只能买到大塑料，现在不是了。大家想一想，我非常认真说一句话啊，5年前你要买本田的油混、丰田的油混，那都是比普通的 1.5T 贵个2-3万，基本上20万左右，基本上都20万左右，20万你还只能买个盖中盖板。现在这个车可能就10万左右，这就是现在。我还记得我很早以前开本田的第一代 CRV 的时候，混动刚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本田还很宅呢，真的很宅。然后能看到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在于它地台，很多人不会在意这个东西啊，就是啦，很多车是那种内凹式的地台，能知道吗？这边是高起来的，有个门槛的，这个车是完全没有，看到没有？这也是我刚刚来看这个车的时候，我觉得最大感受，完全没有门槛的设计。这有什么好处呢？你脚这样往外面抬的时候不会卡到，特别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你门只开一点点。门只开一点点，你脚这样会更卡住。它地台非常低，然后比如说你家里面有一些年纪大的人，50-60岁、60-70岁的人，就是进出门槛，这个我觉得在后面可能会更加的明显。我自己作为家里有长辈的人来说，我觉得这种低地台设计真的很重要。本身它是 SUV 嘛，地台就会比一般的车要高一点。我这么跟你说，它这个地台的高度啊，这个门槛的高度，我觉得正常的3岁小朋友就能直接爬上去了。这也是我觉得他们考虑细节方面的原因吧。为什么我比较喜欢五菱，是因为我觉得五菱很多方面的细节他真的会考虑到这部分的消费者，而不是那种华而不实的东西。这也是我最喜欢五菱的原因。就是我们所有的内容，如果你要看内部的装修，等我换第一视角。 OK， 我们现在第一视角来给大家讲解一下五菱星云。我们进到车内，首先能映入眼帘的是五菱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豪华的方向盘，然后是钢筋烤漆的，然后这边有雾银材质。那这个车我一坐上来我就觉得，那比星城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产品了，这个车更像2023年今天做的车。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有在听大家吐槽他们的点。我说几个细节，第一个是这个车机啊，这个车机我们先发动一下吧，钥匙在这里啊。首先这个是五菱的这个系列钥匙吧，我觉得这个钥匙比我们那个电车钥匙好看。然后它这个系统是0OS 的，是支持连续对话，可以这么理解吧。然后有空调，我们把空调打开，
对吧？有一定的风声，大家应该多多见谅，对吧？这么热的天，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系统还是比较好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觉得这个系统啊，你看，首先是完全没有遮挡方向盘的，然后第二个呢，是这套系统，它虽然不是像很多车一样，就是说设计的屏幕很大，说能有很多拓展功能，但它基本上所有功能都有。然后呢，整个车机啊，我觉得一体性是比较好的。然后320环影啊，包括电台啊、音乐、空调啊，都是有的，车辆控制也是有的，门窗、车窗，就是基本上东西都给你了，然后这套系统并没有说另外收你钱啊或怎么样子啊，然后零卡吧也有，然后天气啊、视频啊，就是整体上我觉得如果说你自己用，不要求一些其他的内容，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没问题。而且320环影是有一个快捷的，然后锁车也有快捷的，都在这个位置啊，有点像那个老的那法系车，你知道吗？那种机起飞，然后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带防滑的放手机的地方，但是并没有说无线充电。这个地方放无线充电其实也没什么用，因为是内凹的，你风也吹不到，肯定会发热。然后里面有两个 Type A 的接口，然后这边是一个小小的启动键。 OK， 这边才是他们这次，我觉得哎，他总算长点脑子了，就是这么说总有一天被武林拉黑，就是我觉得他整个这个就设计的很精妙，就很好看，就不像这个价位的车，就感觉像更贵的车。它就像那种掀在里面，然后上面有一层那个水晶的盖上去的。就是这车的设计，我觉得在这个级别里面，基本上没什么好挑的。包括旁边啊，都是软质，这全部都是软质的。你这10万左右的车能有这个设计，对吧？包括后面有两个标准的杯架，自动启停也是有的，然后又有限位的杯架，然后打开来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储物仓。是带一个12伏的120瓦的点烟口，然后可以放大概4听的330的饮料吧，差不多这么个水平，然后是皮革的。这个车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它整体的设计相对于传统的五菱的燃油车的整个系列要好很多。然后它这里也搞一个对称了，这边是启动键，这边是它的手摇向上开关，然后呢，没想到吧，还是带阻尼的，你敢相信？它就是，你看上面一条也是这种黑金色的，我觉得还做的很高档，很高级，哎。然后呢，这个呢手动防眩目应该是，对吧？手动防眩目，然后带一个全景天窗，非常大的全景天窗，有 2.5 平方啊，然后是带遮阳帘的，我们给它关一下，对吧？你全景天窗一定要带遮阳帘，不带遮阳帘屁用没有。而且这个天窗是可以开的，不是那种天幕，是可以开的天窗，这个级别最大的天窗，他们原话是这样子。对，我们这视频没有接他们商单啊，没有商单，就纯粹给大家体验一下，然后把座位调到正确的驾驶坐姿。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排的空间表现，我们所有的车测评都是一样，都是标准坐姿。 OK， 我们来给他看后排。这个很好的地方是在于它不是那种移动的那种座位，这个后备箱包括这个后排座椅，我之前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就不再重复了。然后后排的所有的配置都是跟前排一样的。然后呢，这边有一个他们音响上面的小 logo， 音响上面的小 logo。然后呢，坐垫。这个车他们这次比较大的革新是，整体的它的头部空间包括腿部空间都做了非常大的提升，因为它把整个车放低了又抬高了尺寸，所以头部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看腿部空间吧，一拳、两拳、三拳的样子，然后下面是全空的，然后看我腿部基本上是两指。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头部空间，一拳零两指吧，五根手指还要再多一点，差不多是这么个头部空间。然后来看到它的座位上面是有三个独立头枕的，哎，我们看到了吗？三个独立头枕，对吧？中间是一个非常非常宽的，这真的有点宽，这比我想的要宽很多的一个扶手箱。然后是有两个杯架，还是带限位的，后面的杯架还是带限位的，然后可以直接摸到后面后备箱的东西。它整个座位相对来说是比较躺的，然后整个海绵他们说加强了20厘米，是吧？整个海绵他们说加强了20毫米啊，然后整个旁边的包裹也是有的。他们说把他们整个座位都是做了设计的，包括整个海绵的填充，包括整个一个包裹性，包括所有的座位都是打孔皮，这个座位也是打孔皮，包括前排也是一样。就他们这个座椅是专门做了针对中国人的优化啊，能看到吗？它是两层的。我们原来挑剔说五菱的那个星辰的那个座椅是没有那么舒服，它现在这个座椅是完全重新做的，能看到就是不太符合这个级别的这种做法。整个皮面都是打孔的，有那个五菱的这种菱形的形状，
然后旁边的包裹能看到吗？这个座位是很厚的，这个海绵的厚度你能看到吗？是比较厚的，然后肩部的支撑也是比较宽的，是完全整个肩上都有支撑的。他们这个座椅包括海绵的填充，包括海绵的采用，包括柔软度，他们都是根据中国人的身形做了研究的，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最后有一点东西没聊，就是它的尾部设计，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车的尾巴比前面好看这个车的尾巴像贯穿式的尾灯还是蛮帅的。如果大家对这个车听完我介绍满分10分，你们能给几分呢？我觉得这个车的这个屁股确实是比较优秀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在拍的这个紫色比他们在拍的那个颜色要好看一点。这紫色好看，这个紫色配黑内还是比较好看的。 OK， 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关于五菱星云的所有内容。如果觉得我还讲的不错，希望大家帮我们点赞、评论、转发，这都会对我们有特别大的帮助。我是辛巴，拜拜。